张平谦两位合说的这段相声。谢谢大家。嗯，看见你们高兴，我痛快也高兴。老老少少，嗯，楼上楼下，对，一万多人，哪儿那么些人呢？连摇台吃涮肉的那帮，嗨，外边也算，来这么些人，嗯，好，嗯，没事多听这相声，对，有好处，嗯，开心，哎，一乐，没有难过的事儿啊，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，就他活着呢，那意思。咱们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？啊，高高兴兴的、哦、啊！当然了，保不齐谁家里有点什么事儿。那是，拿我们来说也是如此。啊，抬杠拌嘴了，孩子不听话了，这保不齐都背不住。对，今天我们家里我媳妇还跟我打架来着。啊，今天家里边闹点别扭，闹家务事，吵嘴，拌嘴，刚太很不高兴。对，哎。这是谁呀、啊？我媳妇儿。您媳妇儿怎么会叫刚太？郭德纲的太太吗？嗨，别豁得出去，你啊，跟我吵打架，谁比你强？这个比你强，那个比你强。嚯、哦！哎，我你看，我跟台上我能力大着啊、嗯，他跟我一脚，我这脑袋嗡一下子。哎呀，我恨得没法没法的。是，可你说你两口子你怎么弄啊？我一扭头我就冲进房间。哦，坐下来啊，稳定住了，想了想，冷静一下。其实他也没什么不对，这怎么？你看站那吵啊，觉着怎么着？啊，你真坐住了，你想这事儿。嗯、啊，他也是为了我好。那可我发火也不应该。嗯，想了这么一刻钟。嗯、啊，出去跟他好好说说。哎，是不是？解释一下。就是我决定。嗯，我冲水，我站起来，记好了。您那不是响了一刻钟，您那是拉了一刻钟。讨厌啊，讨厌啊！我坐那儿冷静了半天，我觉着嗯，心里舒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肚子里舒服多了啊！不许瞎说，谁瞎说了？我台对词有这个吗？是啊，您想的时候冲水干嘛？我这琢磨，我就冲进房间坐错地儿了。那叫冲错房间了啊！对，我那意思就是，他也他希望我好，是谁都希望谁好。再乐你出去啊？谁乐？嗯、不带这样的。嗯，我们家里闹别扭，你还看着可乐，你是什么人？你这是是要不给您气成这样？就是真生气。嗯，当然他也是为了我好，是他一直就希望我出类拔萃吧？对，比别人强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嗯，这就是典型的望子成龙，知道吗？你们这关系不一般的那是啊，那当然是吧？当然我水平有限，我这心是热的。你别客气了啊，不错是吧？我一、嗯、我跟你我比不了，怎么了？我跟你我没法比。嗨，人家于老师，人家这个跟咱水平、觉悟啊，方方面面、经验都比咱强。您不能那么，咱人跟人家怎么比？嗨，咱就普通老百姓，是谁都是老于家啊，书香门第。嗨，人家书香门第啊，连他，在他。媳妇儿啊，那嫂子，人家这都大户人家，不敢知道吗？琴棋书画，样样精通。我们家早上起来，我媳妇儿买早点去，那可不是谁的扫地啊，擦地是。中午谁接孩子？我们家就这个杂物事儿吗？人家家早上起来收拾利索，香炉点根香，嚯、啊，那儿放着古筝的音乐哦，啊，俩书台，笔墨纸砚都预备好了，严德的墨添饱了笔，先写先两口子画画。哎，你别要人家。靠这个，让他坐这边，嫂子坐对联哦，一人桌子上搁一镜子，啊、嗯，看一眼，画两笔，自画像，扒了眼也得画出来啊。嫂子那儿画一狐狸，啊，于谦这画一大乌龟，没听说过啊，大才子吗？大才子照镜子画乌龟呀、啊！大才子嘛，你这是国宝，国宝的东西。什么国宝啊？国宝我承认。杨志祥当初宋徽宗赵佶画马最好。对呀、啊，赵佶画马，还有一大画家戴嵩啊，画牛是荒草渡头寒干马，绿杨堤畔戴嵩牛，这都是戴嵩的牛啊、嗯。赵佶的马，戴嵩的牛，对，嫂子那儿的狐狸，你这样的王八，没听说啊。
有搁一块儿说的吗？这个天下第一，人家关键是人家家里边有这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人家他那个父亲们说实在的啊，没有门这里头，父亲就一个。是啊，啊，我夸你显着阔吗？显着阔，我趁爸爸呀。那管什么呀？超过别人，超过别人，没有这地方不用。哟，他父亲老学究啊，哎呦，留着胡子，咱看就像个有学问人。哦，哼，蹲布啊，是怎么着？下巴颏整一蹲布，散步连擦地，屋里好嘛？没听说过。人家老爷子啊，我跟他爸爸我们相好啊，我跟他们老爷子就是父亲与儿子的关系啊。咱先说准谁是父亲啊？这么说含糊知道吗？你让他先挑。哎，没有挑的，他来剩下那我来。不能，他不乐意来我来。没有，他是长辈，干父子。对，干父子老头真好。嗯，打小疼我们俩人。是，我们俩坐屋里边，小孩七八岁。嗯，我们俩坐屋裱红屋子，哎，字帖练书法，蒙上纸，我们俩这儿写。嗯，老头看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错错。先写的不好，全撕了。你看这个多难练出来呀、啊！太慢，这个有意义吗？没意义吗？嗯，干点别的。什么呀？弄一破下土搁在这儿，和泥和泥玩，和泥玩，这个干不撕裂怎么活呀、啊？啊，老头看看，你躲开，你躲开，干嘛？哗！哎呀呀！这什么老头啊？这是重新呢，可惜了这岁数啊。是吧，我这个胡子长我不方便蹲下啊。哎，对，你们俩谁来？我说来谦哥，你比我大，你来这个啊。谦哥吓着呱唧呱唧弄一大泥饼子啊，啪摔地上啊，大点摔出一洞来，气儿挤的吗？老头看看啊，这叫什么？哦，谦说这叫窟窿。哦，我说嗯，这叫眼儿。老头乐了，嗯啊，窟窿眼儿，嗯，一样啊。这还掰扯什么呀？这个啊，老爷子高兴啊，好啊，第一节课结束了，就这个呀，光和泥没意思，还干嘛？下回啊，我给你们崩个坑看看啊，崩坑，起来吧，干嘛要吞裤子是吧？地上崩个坑玩，撒尿和泥放屁崩坑，这是老头干的事儿吗？这个，我爸爸从心为民。用不着了，活布呀、啊，活布，让你引了吧、啊、这些啊，在屋里一块玩 啊, 啊，老头站这儿，大长胡子啊，谦的那头站这儿胡子，爷俩玩，我就在那儿跳。我说我爸爸下巴颏怎么那么长呢？啊，玩意儿吗？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啊？闲着没事，老头带我们俩走爬山去。哦，孩儿们，与我爬山去月折啊、哦，爬山爬香山。锻炼，你看那个这么大岁数，他还跟一块儿，精神好，红光满面，好锻炼嘛。当然了，终归岁数在这儿。是爬山，他总是他最后一个上去，年岁大，哎，第一个下来，怎么那么快下来？没站稳呗？啊，掉下来的，是个玩意儿，你知道？可乐，拿他当玩意儿，像话？可乐，我们都害怕，赶紧跟下来。啊，老头坐着乐。摔美了，太好玩了这个啊！这个啊，你看这么些人看着我都乐，嗯，我很爽，我很爽啊！人活一世，无非让别人拿我找乐嘛，是吧？没听说过，为社会做贡献，什么心态呀、啊？老头高兴，童心未泯呐、啊。哼，我们坐这儿一边一个，一边一个，老爷子，讲讲讲讲，啊，让我们听听、嗯、为什么能这么高兴？是笑对人生哦，笑对人生，心态让大伙瞧着。通过你高兴，你也算为社会做贡献，哎，知道吗？你看我又站起来了，啊，一踩着胡子，砰，摔那儿了，啊，呼，这人都乐呀，老头也美，比自个儿看着都痛快，知道吗？看见了吗？都乐了吧？啊，我再来一回啊，还来呀？就这把胡子踩不了几回，知道吗？玩呗，玩什么呀？我说老爷子，您这辈子就没有难过的事吗？啊，别你别了。长，你长呀，这嚼嚼好不好呢？有啊、哦，一捋胡子才想起来。有，想当初，啊，想当初，文哥那会儿啊，啊，我下放到山区，哦，天天啊跟那山民们一块儿待着，哦，那段时间吃的住的条件都不好，是那会儿算是受罪了。
受苦了。老爷子，您这个吃过见过的主，沦落在那个地儿，您就没有难过的时候吗？还能保持这心态？没有。哦，在那儿我也很快乐，也高兴，寻找快乐。怎么找啊？我您有什么特别快乐的事吗？是，我给你们讲一个可乐的事吧。哎，您说一说啊。有一年呐，冬天，哦，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。哎呀，我们那邻居老王家那大狗丢了，狗丢了，大狗，这么大大狗，天天靠着他放羊。哦、他丢了牧羊犬。哎呦，我们带着人给找、哦、我带着七八个人进山给他找去，找狗去，找三天。哎呀，在山旮旯看见这狗了。晚上天都晚了，支撑帐篷，点上火。哦，我们坐那看着这狗，看着实在没事干，我们过去打那狗玩。来的耳朵抽着嘴巴，呀呀，我打了一宿。哼，真能玩，很快乐。就这个呀，没什么可快乐的，别说说是呢，还有别的快乐事吗？第二年冬天啊，老李家那马丢了，老丢东西了，得找马去。带着七八个人半夜里边围着山找两天。在山旮旯找着了，哦，支撑帐篷，点上火，围着马没事干。我给这马来大嘴巴子啊，我这都啊，我踢他。哎呀，踢了一宿，我很快乐。这什么快乐方式啊？这是这一点难过的事都没有吗？想想有。哎，说一说什么难过事啊？第三年啊，我丢了，打死你！我告诉你吧，不能这样说，不能什么呀？那报仇的不是都来了吗？这个，也就是老王家跟老李家，这两家还不够啊？我喜欢他父亲啊，真好，是老头有意思啊，特别疼我。哦，哎，我小时候领着我出去玩，上街，说吃什么？哎，吃糖葫芦，没买吗？也没零钱，一会儿吧，一会儿吧。哎，特别疼我是吧？哦，吃什么说？哎，吃那糖豆，糖豆。你没零钱吗？没告诉你吧？要什么说，宝贝儿，要什么说？还说呢？饿了买个烧饼，没零钱吗？是吧？是跟大爷走，跟大爷走。领着我一会儿进银行了，干嘛去了？掏出一存折来，啪扔到柜台那儿。这是真要买，全取出来。嚯，哎。说实在要对自个儿亲儿子还则罢了啊，干儿子是说实在能这样，一般人做不到。那是真疼你，全取了啊，人家接过来16万，那么些钱？那个年头，我们小时候啊，那个存折16万呢，不少，还了得吗？嗯，这人家看，哟，大爷这取两天了，是您这个得提前预约。对，今天只能取5万，那也不行，取5万是5万，宝贝儿，再等会儿啊，再等会儿啊，取5万是都要1块1块的。零钱吗？服务员气的呀，这数吧，一会儿跟山似的，堆一堆，5万块钱一块的。老头来，咱一块数啊。哦，一会儿一点点数啊，都数够了，天也黑了。存上吧，存上了，谁买东西啊？啊，银行里纳闷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数数看数对不对？我自个儿的钱啊。我怕你们保管的不好，那也不能这么折腾啊！现在放心了，走，领你送你回家吃饭去啊！好嘛，吃饭还得回家，真疼我啊，对我特别好。哎，您也不识好歹，对我特别好啊！一边走一边还劝我呢，常想有日思无日，我把无时当有时，好话，知道吗？对钱管得紧点儿，是，别跟你大妈小，大妈说你母亲怎么了？别跟你大妈小，花钱不往心里去，哦，知道吗？没有这样的，是吗？那天找我要钱买衣裳，要1万块钱的，买1万块钱衣裳，两天又要钱又花钱，还花，要8000块钱，哎，第三天又要6000，哎，第四天能5000块钱，真是能花啊，第四天拿2000块钱，那天就昨天又要了，拿1000块钱，太能花，有这样的吗？我是一分也没给，白费劲了，没给，您说这么热闹干嘛呀？我想想，对，有道理啊。昨天我看大妈买菜那5毛钱特别的湿。啊，我还纳闷怎么钱这么湿啊？啊，你大爷哭得太厉害了，嚯，钱狠子，对钱就这样，知道吗？啊，老头心很好，还捧着，很好，特别喜欢我。是啊，别在家待着，干嘛呀？走吧，咱爷俩出去玩去。啊啊，我说您说上哪儿去？是去远了，家里不让去。嗯，那不行，你得撒个手。哦，这个孩子说实在的，我跟你讲，我拿你当我亲儿子一样。嗯，知道吗？于谦在我心里没位置。哎，知道吗？亲儿子都不行了，不行，我不喜欢他。哦，哪天我要看见他爸爸，我非抽他不可，你知道吗？你先等会儿吧，
怎么还看见我爸爸？他不就是我爸爸吗？他是你父亲，这不一样吗？那玩意儿能一样吗？那个，那怎么不一样啊？别问，问心里是病。哎，我这不问病才厉害呢。你问那干嘛是吧？啊，走走，跟大爷出去玩去啊！全世界我带着你去玩去，周游世界，哪儿都行。啊啊，东西南北四个方向，哦、一个地儿，咱们出去一年。哎呀，咱们先奔东走。上东边，咱们往东边玩去。好啊，嗯，东边哪儿都好玩。哪儿啊？啊，咱们走，咱们奔通县。这通县奔燕郊。通县，通县奔燕郊。没去过什么地方。转到三河。啊，打三河转到燕郊。是。燕郊到通县，通县到燕郊，燕郊到三河，三河燕郊。干嘛又踩着胡子了？是怎么着呀、啊？怎么跟这儿转悠啊？我最喜欢去那个地方。什么呀？你东边一定要去到了。然后再上西边，门头沟那有的是机会，知道吗？北京还出不去啊！那个年头，老头就趁车，是吗？开车，呱楞呱楞呱楞这车，嗯啊，那个年头不像现在似的。是现在大伙儿好多人都开车，是那会儿谁家有辆车那还了得，有钱了啊，开着车带着我，你俩出去玩去，哦，高兴，饱览通县大好河山，怎么的呀、啊？看看燕郊的风土人情，啊，品一品三河的珍馐美味，啊，看走三河天降大雨。哟，你爸爸乐了，呵，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了。什么？在家不行善，出门大雨灌。啊，下雨了，老天爷是很明智的。嗯，哎，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好人呢？啊，呵，这没羞没臊劲儿大了。我说我哪知道？嗯，不管怎么说啊，这个龙行有雨，虎行有风啊。是，我很高兴啊，高兴。都活泥了，还高兴呢、啊？捋着长胡子嘛，捋什么呀？大爷，我饿了啊！我跟您说，到燕郊我就饿了。那、啊、是、嗯，这都三河燕郊来回四趟了。哎呀，没去别的地方。别着急，咱这不等等雷呢吗？咱这不 啊？干嘛呀？不是，咱们等着下雨吗？啊，雨中寂静是吧？那雨中下车下车，人家下车啊，路边有一小吃店，吃点饭。推门进去一瞧，小买卖间不大哦，小买卖间有四张桌子。嗯，经理呢坐那坐着叼着烟，嚯，来了二位。哦、快坐快坐快坐，我去给倒碗热水，下这么大雨还出来玩来、嗯、啊，老婆乐了，你不知道啊，我没上三河县来过啊，我们来出来逛一逛啊，实话都告诉人家，往这一坐，有吃的吗？嗯，那小地儿，烩饼，哦，烩饼焖饼，行，包子啊，面汤 啊，您看您吃什么？往这一瞧，脚上那俩伙计端着大笸箩，干嘛呢？正摇元宵呢。哦，你爸爸是大台子，我吃过见过。是白煤球怎么卖的？嘿，这财主白当了。白煤球怎么卖的？嗯啊，白煤球那叫元宵。伙计，看看他。嗯，元宵您那大爷。哦，好，好，有点意思。嗯，来来，过来过来，把我叫过来了。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元宵。啊，连元宵都没见过。这怎么卖这玩意儿？就这么吃啊？啊，生吃。给我来个醋碟啊？那蘸醋吗？这个。来醋碟，没有这么吃的。掌柜的坐着乐啊，大爷您真开玩笑，您都会开车，您没见过这个啊？是，我们自个儿弄的哦，馅儿也好，面也好，嗯，您来这尝尝。好啊，贵吗？嗯，贵吗？你们这东西是？您瞧，您吃几个也是瞧得起我们啊、哎。先尝后买，真会说话。好，好痛快，会说话。嗯，先尝后买，对啊，先尝一口了。对，嚯、哦，饭量还真不小。嗯。掌柜的看看他，那没那没那么长的，对，没那么长的，给煮点吧。嗯，爷俩都冷了，一人盛几个。嗯，大碗盛上来，一个里边五个，哎，吃吧。我跟你爸胖胖胖，我刚吃俩。嗯，你爸爸那碗吃完了，饿了，把我这碗端过来。孩子少吃，拽在心里难受。哎呦，他就不怕拽心里吗？掌柜的，嗯，还能再尝点吗？好嘛，还尝。掌柜的说差不多了。嗯、啊，你都这么尝，我们卖谁去？是啊，哦。是啊，尝尝这要钱不要钱？嗯，不要钱。哦，汤要钱吗？汤不要钱，来碗汤，溜溜缝。来碗汤。嗯，大碗搁着酱酱乎乎，跟杏仁茶似的。你瞧这不错呀。啊，大贵的，我也来碗汤。两碗。盛汤，盛汤，盛汤。哎，我这碗刚撂下，你爸给我盛两碗，两碗。真能喝。喝一碗，亮了一碗。啊，这碗得，那碗也完了啊。好嘛。我掌柜的，我也来两碗啊！真小啊！好啊，你爸爸站起来，拿盆，拿盆盛，快！哇、哦，拿盆、嗯！我说我要盆，我要盆，喝哪儿那么些盆呢？啊，喝了有一个多小时 啊！你爸爸站着，拿过来啊！
拿过来。哼，不敢使劲说话了都。烫，烫，再喝就喷出来了。您这烫烫啊啊烫，小元宵啊，烫啊，大点声，汤没了。嗯、啊，元宵满遍锅厅了。嚯，好嘛啊，没看见厨子吗？嗯、啊，勺都放下，被铲子抄起来了。哈哈，四个人挑水，供不上你们俩人喝了。灌水耗子吗？好，好，好，我们歇会儿再喝。可还喝呀、啊？你歇会儿再喝，没完没了。掌柜的坐那儿乐了。嗯、啊，哎，也不知你们心宽呢，还是没羞没臊的。真没像你这样，你还开车呢啊？啊啊！这车是跟哪个点铺合来的啊？好，不是你这没意思了。嗯、啊，花得起钱，知道吗？哦、还花起钱？哎，找钱吧。哎，什么给人钱了？给人钱了吗？掌柜的乐了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，不要紧的。这、啊、要下雨天也没事干，啊、拿你们度阴天了啊！好，我们这儿有规矩啊，啊，聊会儿天吧。是，聊会儿天出个题，你要搭上来了，一分钱不要。嚯、哦，搭不上来把元宵连汤水钱都给我们啊！嘿，还有这好事儿？掌柜的坐着稳呢，一丝不苟啊！您说准了这词儿以后 啊, 啊，也挺稳的。嗯，啊、我出道题啊，你爸说出，你稳住，你坐着没事啊，出。我最聪明啊，好。两道题哦，你选择一道，哎，选择题，哎，你只要答对了，扭头走你的，没事。哦，好，你说，我是两道题，你可以选择第一道，也可以选择第二道，选吧，答对了就走你的。啊，我选第二道，第二道，我选第二道题，你说，啊，听着啊，第二道啊，嗯，这件事是发生在哪年的？对，哪件事儿？我选第一道，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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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是你这叫诓人呢？嗯，谁诓你了啊？喝了吗？好几缸水，知道吗？第一道题说的是那事儿啊，也没你这样的。嗯，我给你再给你机会啊！我数到三，向我道歉，这事儿也完了。哦，三，你没机会了。什么呀？这是啊？掌柜的太聪明了，坐上座问你爸哑口无言啊！呵，这个事儿别捋了就，你这不算啊！你这叫玩人。嗯、啊，我也出一题，他也有一题，我也出一题，你要搭上来 啊, 啊，我给你钱，是啊，听着啊，嗯、啊，九个面，八张嘴，啊，一个娘们儿，十九条半腿，这什么呀？这是掌柜，你听傻了，不知道这个，九个面，八张嘴，啊，一个娘们儿，十九半条腿，啊，这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一指这桌子，啊，就这八仙桌子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八仙桌子，九个面，九个面，八仙。啊、八洞神仙哦，面脸面哦，八仙八个面，八仙八面，桌子面算一个哦，桌面九个面哦，八张嘴，这怎么回事？八仙一人一张嘴哦，八桌子没嘴，是啊，一个娘们儿，一个娘们儿，何仙姑，何仙姑，对不对？十九半条腿，这怎么回事？你算八仙几条腿？八仙是二八一十六，十六条腿，桌子四条腿，二十条腿，这里边还个铁拐李呢，好嘛。这算半条啊，半条腿啊，十九半条腿，怎么尾、啊？没猜着吧？ 啊, 啊，没猜着吧？这里还一瘸子呢。啊，经理打凳子上站起来了。啊，真没想到啊！啊啊，白喝元宵汤没事啊？啊，拿我开玩笑啊？哎、对了，伙计，把这菜刀逼我，好嘛，要玩命！爸爸一来，我噌就出去了。啊，开开车门，咣的进了车了，上车，哎，油门都踩到底了。啊。赶紧跑，赶紧跑，好吧，荒郊野外，这容易出人命啊！好，二十分钟，我说您慢点吧、啊，这太快，我这心都快出来了。是是，你爸爸把速度慢起来，停会儿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东西就是得飞智、啊，知道吗？落人手里，咱俩算熟了，对吧？一回头，行，怎么了？老板站在窗户外边的啊，敲这玻璃，你没跑不了啊！半小时哦，油门都踩到底了，赶紧跑吧，疯了一样跑。哦，你爸这汗哗哗的，吓得擦汗，哎呀，可吓死我了。嗯，这时候我估计都过了三河县了、哎。好嘛，哎呀呀呀，怎么意思这？哎呀，这瘸子还跟着窗户上了。瘸子跑够快的，这个。别、哎、跑，你爸这脸都红了啊！我的亲娘啊！还跑，好玩命跑，好可了不起，车都快抖楞散了。哎呀，跑了一个小时，嗯，哎呀，这算熬出来了，好了，算熬出来了、嗯。哎呀呀！怎么老跟着呀？你看这瘸子外边敲着窗户啊！我帮你推一把，车陷泥里头了。好嘛啊！
这半天干倒呢，合着啊，人家伙计出来给推，快把他们推走吧，哎呀，推走吧，这玩意儿太讨厌了啊，哎，遇上好些人了，这是。我们走，我们往前看，一直往东下去啊，我们终于在一个大城市住下来了，出了三河了，三河县里，嗯啊，进了三河了，终于进了三河了，好嘛，找一小旅店，小旅店，找房子，我一间，你爸爸一间，一人一间，哎，一人一间，嗯，住吧啊。你爸爸那屋躺下，我这屋也躺下，啊，太潮了，在外边跟在家不一样。是，你看你们家深宅大院是住惯了啊，一到晚上灯火通明，管事的满院跑，嗯，这姐姐们出来进去穿着旗袍，哪有那么些姐姐呀？在家里怎么都行。什么呀？在家事事好，出外事事难啊。你在外边没那个啊，我这屋小灯泡，鹌鹑蛋那么大，太阳看不见。嗯，伙计，嗯，伙计。伙计，门一看，伙计进来，什么事？这灯泡这太小了。哦，能这么大个流吗？啊，换那么大的，没见过，没见过啊，是没见过篮球能亮的啊。给你换这么大的吧。哎，拿来仨灯泡，拧上一个。是，这俩备用啊，备用。哎，躺下我睡不着觉啊，累，这一天多累，躺着躺着，拿起灯泡来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没研究啊。嗯，哎，上面还写着易碎品，请勿放在口内。废话，吃错了药了，嗯啊，不让搁嘴里边，搁嘴里怎么着了？我不信，非叫这劲，我得试试。没有，老管了啊，卡的真瓷实啊！这怎么办呢？急得我跟什么似的？是我赶紧跟屋里抢房设房。爸，我也拿不出来，真拿不出来啊！啊，急得跟什么似的，把门开开，砸你爸那门，当当当！嗯，门一看，你爸飘啊，太可乐了，这个，还行，这怎么老有这胡子呀？啊哎，那一走这怎么办呢？是啊，你爸别着急啊，拿胡子缠上这灯泡外面这块啊，嗯啊，坏了，哎，掉了好几朵啊！哎，对了，这怎么办呢？这是。赶紧喊人家酒店的，喊人家招待所的，那我们去啊！哎，哎，赶紧带着我，大伙都乐，看见疯子啊！我也言不得语吧的。是啊，我上旁边那屋啊，小卫生院。哦，大夫有办法啊，先给你塞点毛巾。哦，塞毛巾，塞好了，大夫啪，碎了，那还不碎？拿镊子往外夹。嗯，吐啊，吐了一地的血。啊，我说这真是的，这怎么回事？扎的。大夫说你有病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么大岁数人了啊，嗯，这有什么可好奇的？就是不能干这个事儿，知道吗？哎，咱天不早，快回歇着去吧，赶紧走吧，赶紧回来漱漱口，趴下睡着了。嗯，睡到半夜三点，嘣嘣嘣，有人砸门。啊，开门一看，你爸爸啊，嘴里黑一灯泡。